那就跟你去离婚。姐姐就笑。姐姐真好看，真的。就是黑了点。胖了点。胖了点，那个腿短了点，真的，其他都挺好的。在哪里？欢迎安春之亮。你们看那视频整的好死了，都不要吐槽的我嘞。天咋的？哪有嘛？什么嘛？没撩妹啊？就跟姐姐认识一下，姐姐。你又不认识我。你这个手洗了没有没？洗了。你刚上大厕所小厕所？哎呦。没有，你直接告诉我上的大厕所小厕所。大厕所。我的意思说，你洗过手能不能喂我吃一口嘛？从来没有女孩子喂我吃过东西，你洗过手没有？洗了。你不要再摸了那个香港脚又给往我嘴里塞哟。我跟你讲的。直播就是要开得起玩笑嘛，是不是？看到美女就不走不动路了。买的好美啊，干啥子？买了两个老婆，你要不要一个？分你一个。我们就是不要。两个老公分你一个，要不要？有户口差不多啊。啊？要什么？搞个户口哎。我说给你介绍个老公。我不要。男朋友要不要？来，就这个摄影师你要不要嘛？他单身了68年了，都没谈过恋爱。他说他看到你都有一种恋爱的冲动，真的。对，他说他这样说的，他说。啊，你就是他的唯一，真的，他你就是他的唯一。他说这世界上就没见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。不要嗑瓜了，就别嗑了。真的聊，真的。哪里你们到哪里去耍？你们认识他的？哎，我赢了他。难怪你不喜欢他。不是。快点拿个瓜给我吃一下嘛。我吃，在哪里嘛？那里面还有。走走走走。这都软了，我喜欢硬一点。他拍的作品蛮好的。嗯。家里人都看见没有？啊不打枪，打枪。就是你骂死我吧！这么讲叫你去的，那天我们喊我。这个是丈母娘呀、啊。哎。这是不是丈母娘？哎，是的。丈母娘。丈母娘，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！丈母娘，娘哎！带你们开心啊！娘娘，娘娘，我来了。哪里乐器？哪里乐器？这个是大丈母娘，这是二丈母娘，是不是？二丈母娘，你好。你好。哎，我这个有个女儿，这有个女儿，你要不要？要。拖过来。男的喊红梅啊！男的喊红梅啊！男的。哪个红旗男的嘞？我们哪里有？哪里嘛？来，给你们吃个这个瓜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好，你那个收个西瓜溜。没有西。这是男子啊，那什么叫的？什么叫的？男子啊，老大。这个就是我们这里道县的特产，吃里面那个瓜子的。还有哪个？不听。哎呀，你。不是你的啊？鲜没鲜？不甜，不要了。你不吃，我吃。可是俺喝不拢啊。喝不拢难搞了。嗯。快点，没点关注，点点关注。那丈母娘，你们坐下吧，坐坐坐坐，商量一下彩礼的事情吗？坐嘛。你要他答应吧。那他有没有老公嘛？这么漂亮的女孩没有。真没有老公，假没有老公。肚子好，流行你啊，兄弟们。哎。有没有老公？男朋友有没有？没得。真的没得。肚子好了，你帮他买个。有点高傲啊，这个女朋友有点高傲。不适合。是掉瓜子吗？好好好，这样真没男朋友是不是？啊，真的没有啊？哎，那我能不能给我个机会？啊，给我一次，让你做一次最幸福的女人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吗？啊，可不可以？悄悄的告诉我，别害羞嘛。别多来看外头了。可不可以？给个面子。这边什么东西、啊、完了。哎他妈的了。讨厌你这个坏女人，走了。吃完就走了。走了。
不给他播了，给他播个屁啊！不给他播。我要吃。他都不答应当女朋友，你给他播什么播？走了。不走嘞。我也不走了。我也不做他爸。哎呀，姐姐吃人，有句话说，吃人的嘴短，拿人的手短。有，你得等一下嘛。等一下，老公拿刀出来，不可能过口供，不可能。哎，不吃了呀。明天把一个西瓜把你弟弟卖了哟。服了他了。真的是，走到哪里吃到哪里，要吃货。你是谁？别捣乱，我是他男朋友。女朋友握个手，握个手嘛。讨厌，死鬼，握一下。快点握，讨厌！哎，握一下，嗯。啊？走了，回去了。拜拜，拜拜。什么叫喜之瓜？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开玩笑的。直播效果，小姐姐别生气啊。是说真的啊。喜之瓜，小丁在抢摄影师的老钱，什么呀？对，里面有红瓜子哈，来你店里，来你店里有没有女朋友送？不去。你说有女朋友送我还来一下？嗯，一上女人姐姐，来，我给机会。好的，飞燕姐姐。来拥抱我吧！哎，好赖呀，兄弟们，好赖，太赖了。哎，还跟人家何明来了没有？我在广西等你啊，下一站我们就去广西了啊。爸，你过来吧。直播效果，兄弟们，千万别模仿啊！现实中我不是这种人的哈，好不好？今天哪个哪个月要卖过哪个洞，在哪里找找不到了。哪个说的哪里的？哪个找不到？你一个无声无。点个关注，郭可哥啊。啊。一个无声无。晓得，赔十个就行了。随便赔啊。嗯。等我赔了，我再发。嗯。我以为我还在道歉，我以为会道歉。对对对，压的就你见面。好，要的，可以，可以。我是姐姐，把我哥哥。好的，姐姐点个关注不迷路，好不好？祝你。好的。有买。欢迎我八号大拇哥，兄弟们，到下播了，哥哥姐姐们，爱你们，么么哒。亲到的人一人交一毛钱，快点留个小心心，没有亲到的交两毛。来唱首歌给你们听，行不行？我唱首歌给他奶奶听。奶奶，唱首歌给你听好不好？唱首歌给你听。我没后悔遇见你，只是觉得好遗憾。爱你爱了那么久，连个结果都没有。我不是非你不可，我只是对你不舍。爱你是我的选择，放弃是你的抉择。忙心事你又怎样，深情壮意又如何，最后还是被辜负。
无奈现实太残酷，好不容易心动一次，你却让我输得彻底。这爱与恨心的时代，深情只是个笑话。没点关注点点关注，亮个灯牌行不行？特别是那个顾客姐姐，我告诉你，别以为我没看到你在直播间，告诉你，你不点关注不亮灯牌，你明天生八个儿子16个女儿。我没后悔遇见你，只是觉得好遗憾，爱你爱了那么久，连个结果都没有。我不是非你不可，我只是对你不舍，爱你是我的选择，放弃是你的抉择。忘情是你又怎样，深情仗义又如